有点挤压到来看落点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哦，这个是影分身接球啊，最后是由詹帅给接杀。对，飞球高弹跳，要来考验二垒手林俊凯接球传，一垒一个弹跳，还是进手套，没有问题啊。依旧是一个美籍守备，化解了这个半垒的一个失分危机，我不帮他找，把他盖到了，又有点失落，哇，这样，又是新元旭三垒扑下来之后再传一垒。 现在看一下这个球被游击手拦住之后传二垒，好的，哇，游击手姜坤宇。 这个球打到中线，回手还是来得及哦。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就这球又是功里打者挥空，就这球挥棒落空，第一局，K K K，就这球挥空，这球挥空，哦，再来一 K， 第五 K 了。 接球挥空，摩尔公里打者遭到了三振，接球挥棒落空，接球还是挥空，接球挥空，再来一个三振，留下了一个三垒的三垒，接球挥空，哇厉害！结果好球，打者没有出棒，再来一个三振，第十一 K。